OK，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空岛地形。那周围呢有非常多壮观的空岛。那我视野距离是调近，因为这样我电脑比较不会 lag。不过这样好像也产生了一种朦胧感，然后上面有一只苦力怕，然后附近就有很多的空岛嘛。好，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 Alexandra 金。那主要是负责那个建筑师，对，我是一个建筑师。那主要是负责建那个防御工程或者是房子之类的。那我这次将与我的朋友无线网路线进行实况。那我们请无线网路线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。嘿，大家，我是无线网路线，嗯。无线网路线，然后嘞，反应也都比较准嘛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就没有，就是单词对，嗯，看得出来，对，不一定是 Snake。啊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要不要先随便找一座岛当目标？那就这座岛有水源。有水源吗？这岛没有。那就要找有水源地的岛。毕竟一开始木头很重要，但是水更重要。也不是更重要，是也很重要。有看到任何的水岛吗？有水的岛。水岛，好问题，我找一下那个水岛。啊，可是我知道小岛，对。怎么办呢？我只知道秀夫这有一座岛，然后跳过去。哦，那上面有水吗？没有，就跟本岛很近。反正现在是要先找有水的岛。要不要过来看一下？好，等一下，等我玩这个。哦，好暗哦。等一下，我做完基本工具。OK，哪里呀、岛的后面，啊？岛的后面，我看到明阳，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，你的意思说我们要直接过去哦？我看到弓箭手啊，你看错啊，那个只是一团白色的东西，屁呀、啊，跳过，他精英跳吧，级跳吧，的。哦，第一团。累个，刚累个，我就跳不到了。还是保险一点。哎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你刚刚不是还说不用管他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哦，是哦。我又下去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我在搞笑。有那么夸张吗？我刚才不应该从那个另外一层跳过去。这岛看起来也不错。对啊，
有水，有水。啊，哪里？而且有两处。哦，在哪里？岛就这么小啊！过来，过来。哦，真的也有水，可是好像下得去吗？啊，右边那个水好像是从岛前面岛内，你是说直接从那里下去吗？对你要怎么挖？啊，我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还是要先找清楚木头吧。关键啥？打他，你 snake 也开玩笑。到给你看，没关系，我都已经不小心死两次。我死了。Hit the ground。哦，空间锁可怕。他说：“你要怎么淋过去？”粘过去了，买断胶水了。淋过去啊！跳！跳，摔死吧你！我觉得右边那处水源比较好，因为那边还有泥土。OK 啊，重点是你要怎么下去啊？哦耶！挖，哦，原来是你哦。我刚请人帮我挖一些泥哦，土。对对对。你吓死我，还以为是我。哎、没有，我跟你过来吧。好。你那有食物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我看到你手上拿着铁碎牙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木剑。对啊，木剑是童年铁碎牙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觉得他是木剑。前面有 Enderman 两只诶、欸。对。哦，打雷。然后怎么办？就找个人下去死啊！那是你啊！我吗？哎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把你先做个箱子，把你的家当放进去啊！好吗？对不起。好，我做好了。好，我走了。欸，可是我们没有火把欸。你觉得我会撑几秒？你才刚讲完那句。怎么会有人刚说完那句话就死了？欸，下面有三支弓箭手，总共有三支。你这样确定你打得赢吗？蜘蛛在你右边，在你后面。那边去找你，哦，还没有。撤！你居然活着回来！哦耶！喂，难道？
一定要这样，我太蹲下来了。我做好20个火把，你死了吗？应该说你还活着吧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等你下次来，下次下去，哇，居然还累个。我听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声，有点像是一个慢动作的骨骼嘛，一个碎裂的声音。原来那边有个空洞，我靠！有苦力放在上面，这是我苦力放在那个。你现在桥上吗？我坐下来。有苦力趴在天桥上。Oh shit! Oh shit! Oh shit! 我被什么打、啊？哦，氧气没了。哦。好这是你有装什么特别声音的音响？这个叫做超人，超人慢动作音响。哎、欸，我被弓箭手蹭空箭了。哦，三只弓箭手哎，这我不太敢下去了。哎哎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为什么下面有七只弓箭手？什么？七只？哦，又来。哎，好像集合怪的成分。对呀、啊，哦，被射，哦哦，哦谢。有一只上来，准备。哪里？啊、没看到哎、欸。有一只猪游上来。游上来。然后把它打下来。哦。看到了。武器 get。关键厨师竟然下来，我本来就要下来，只是我就被打死。一直啪啪啪啪啪。哎，这样我们根本就不用吃食物了，吃完死了那么多次。好，好像占领。对啊。还是多差一点好了。火把再多插一点线，我战斗人员不错。对啊，应该说是敢死队的队。哎、欸，我有没有又有十个？搞笑哎、欸，那就这把给你。又过来。木稿。啊，木头的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有点多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是战斗人员。战斗人不该好一点工具，没办法，现在国家经济，经济不太稳定，所以现在实施配给制度。OK， 就盖在这。三个门，两个门比较好啊。两个门比较好啊。是哦。对啊对啊。可是三个门比较对称。哎、欸，你也请保镖。哎，我们食物开始不够了。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再给我一小时。靠，一小时我们就。我们现在就被攻破了，就旁边试一下，先跳下去了，先暂时冲击一下。这不叫冲击好不好？不是吗？不是啊。这一定有什么误会？误会可大、啊。
哦，是是是是。哪里哪里哪里？捡东西捡东西。我去捡就好了。好吧。这是什么失落的感？怎么种子这么少？啊？哦，有爆破声。哦，谢，哪里啊？啊，可以。哇、哦！你死了、哦？没有。可不要每次问别人都是死了吗？因为我看到经验。我还活着。我看到你有经验球啊。什么？人家们居然把我们拿来当成人的石头搬走。我城墙大致上做好了，这么快？门口好嗨！那个坦坑自爆者还有弓箭手都来了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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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十成五的，你的那叫什么？浮标吗？那个卡在石头里面了。哦，不，上去了，我的浮标上去了，好像有点轻，好像到零点了。所以我是要上去掉的意思吗？Good job, 狗狗，过来过来。耶，旺旺，太好了，成功运送了，还没有摔落至悬崖。对啊，还有蜘蛛。有人不，他说他叫我们快冲吗？啊？还是叫我们快冲吗？哎、欸。狼突然跳过来，然后坐下来。哦，右边山谷打开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喂，这是什么状况？
交替切换。像手工厂的，好可怕！火把吗？哦，交叉攻击烟对面呢？OK， 好，那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那可以在左上角按订阅，然后右下角可以按喜欢，那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感想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就大概占领了这座岛嘛。那下一集还不知道要去哪一座岛，那就先这样子咯。然后至于地图载点嘛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是他给我的。那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下载完地图他不会留在点，所以就请大家自己去找咯。我连地图名字都不知道，因为就直接叫空岛而已。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